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资。2008年，全世界金融风暴过后，没两年，粮食年物料又再过起价。国际粮食消费指数韩国是超过2008年的新高点。国内的粮食物价每天论因来因贵的。年头起时，政府陆续可以跨部分的粮食安全会议，希望是在提出应应的对策。农业立国的台湾，能为很多粮食而大量移出进口，甚至粮食安全含许多威胁的路呢？面对世界性的粮食恐慌，台湾又要用来做哪好呢？陈俊明、齐炳文的整理报道。小朋友冬天的天然风筝的争议，用身体感受难得看到，金毛又带一些强势的马的。这个打下去啊，就碎掉。打上面舒服吗？嗯，好软哦。很软。我打下去皮就飞走了。那点汤的爬顶梯摆中出生的小马，每日夜后两个农民奉茶，也听到耐唔得。因为我了解以前是讲梅也袂当种，但是即卖事实证明，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来种梅啊。四年前起时，台中一间做面包的，陆续伫宜兰苗栗米农业条蔬菜，老农民开作小麦，今年出生的40公吨的面粉。不过老台湾当年太过90万公吨的面粉消费量来比，台湾面粉做得讲系占次用的。不过最终才生因为。台湾的田桥应该生产还较多年的作物，无听错，抢走的意思真巧。因为我们政府就叫管理主义作祟嘛，越单一越好管理，越多元它就越复杂，就越难管理，要投入的管理成本越高，所以我们就舍掉多元而单元嘛，就是什么，我们就从国外进口，我们就从国外进口。早在1960年代，全台就是有10000公顷的小麦田，不过这样是农政单位评估因比。台湾生产的小麦成本高，品质不好，同时美国有半卖半上送的米盐方式，同一包包的面粉引来台湾，固守放弃的小麦品种的改良也是政策计划。因为小麦要做面包，它的一个品质啊要求就比较高，比如说它蛋白质的含量，然后它蛋白质的筋性。那事实上呢，我们台湾种的这个小麦，以它的值来讲，哦，它是还没有办法达到。像我们进口美国小麦的这个品质，因为1920年代以后，美国就更加处理粮食生产太多的问题，故说唔但只喺台湾，欧亚非一啲国家都是接受美国较便宜的粮食天数，为了多买一些美国农产品，甚至喺各国用各自的钱来买，唔是用到外汇。很多政府也会配合美国面食推广运动，主要原因就在于说，我政府只要请自己的中央银行多印一点钞票，我就可以进口非常便宜的粮食，就可以解决国内粮食问题，何乐而不为？也还是用这么低的价钱哦，送去别的国家，所以台湾更需要开始，台湾更需要经济模样好，所以咱们多年其实系在咱们关心讲，一些东西做价钱更低，所以面价更需要用咱们低。加钱用来做面粉。不过，这样是台湾还是以米粉为主。美国为了想更加多人吃面粉，做出切在台湾各界吹头面食运动。本台湾人天天的刮，一个来吃燕味，在云南生产的食物。美国人在推面食推广运动的时候，他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开始认为面食是可以当正餐的，让小孩子从小就会认为说，我只吃面包或吃面条。或馒头就是可以饱的，那这个部分基本上严重的大大改良了后来整个台湾人的饮食习惯。除了面粉作为食品以外，美国含卡三万个台湾一条开发中国家，教民众应该多食一些肉来增加卵白质的营养，含卡改变向农业的形态，从农家的副业转型做专业的养殖户。也因为按照从美国传入的规套的向某养殖的方式，头摆伊去补的，如果讲，伊个规模蛮大，啊，做包也过少，大部分都
台本头摆伊去拄个愈过强，欠愈壮住在多种沟通。反正有强菜的东西，阿莫都是出来饭菜，阿都接比赛，许个规模蛮大，各项也可以。啊，各渐渐的，他讲伊去各道去的吼，啊，遇到哎呀个，循环性恶国夹个些，当然用饲料去用愈过夹。因为美国幅员广大，它的玉米整个收成从最南的佛罗里达一直收到中北部的玉米带，可以收大概半年。然后再加上它有很良好的仓储的技术，所以意味着美国有能力每天都出口玉米。那它要让它每天玉米都有一个出口的需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在全世界都鼓励大家去发展畜牧业。米研过后的台湾，虽然开始陆续出现了西洋式的传染，中国还是少数。不过，天天跨过饮食系统，移到台湾传染市场，西洋式熟食文化从汉堡、面包，一直本应变作时尚时行代表。电影剪辑七集，鼓励后生人去享受外国的饮食，也带动新的饮食潮流。差不多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啊，台湾的贵个。有关饮食方面的整个形态都变成完全因为影响欧美哦西化，那当然你不能影响我这边太，啊，不过整体的功能对应对稻米的，整个的需求量跟消费量都逐年快速下滑。你做的啊？那我们的锅贴，锅贴等一下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安阳的饮食风气，一年代的本市面合，传统的饭馆变少，面食馆变多。1967年，台湾达生人每年的米的消费量大概140亿公斤，经过40年，都为2009年，竟降到48公斤。同时，今年对小麦的需求，才从13公斤变到将近36公斤，鲜肉的量也从26公斤变到将近74公斤，足足多为两批人多。面粉、牛肉逐渐变作台湾人主要的食物。一两次饭，然后早餐就三明治，其他都是吃面、吃水饺、吃锅贴等等。以我们业界，人家买吃的东西来讲哈，买面已经比买泡面好多。因为泡面这边大部分是讲供应上的是扁冻，加点饭包之类的。那跟一般人现在面食，公司好像新面已经好多，大部分啊新面粉那比例比较高一点。一个其实够强势力量来主导的，而且跨国饮食企业，就是我是非本土的能够支持一个农业活动的饮食活动，就会慢慢占上风。因为其实有个台资本嘛，哦，爱做功课做过多，爱店面开这么多，本那能下一代讲，哎，我其实是给讲怎么好啊，是给什么大梦想。色彩安泰的改变，一般关于粮食生产的结构改变，因为米生产太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范下，政府一方面鼓励农民休假来减少国内米的生产，另一方面，当然用大灌输进口120万公吨的小麦，然后作为畜牧饲料用462万公吨的包肉，232万公吨的黄头鸭肉，来供应民众的需求。现阶段台湾的稻米生产已经是过剩了。因为我们现阶段台湾稻米生产差不多一年100多万吨而已，可是你们知道1977年的时候台湾生产是270万公吨，那现在为什么政府一直在休耕？是因为台湾人吃不了这么多米。因此，人口慢慢逢变多，色彩改变，台湾综合粮食自给率一年四年的减少，从1960年代8%的粮食自给，落到日下仅存到12%。也最近，台湾与重庆七省的粮食需要意识进口。高速管理粮食成本，也天天国际人物料的加息变动动态。更加多有的饲料行的批数啊，最起码都放假一半以上。他摆一包饲料多的，太低上啊吼，你都400人、500人，更加都哦哎800人、900人，有得个全国有，光放假的批数有，变成讲成本增加。啊，其实自家无嘛个增加，啊是讲以目前的安尼啊吼，还有18公斤的利润啦，唔免讲无通头摆安化的啦。国家都饲料的加息，移动农民均可想办法改善生产的环境，
温温玉力都在提高，将屏东一加东乡的鸡农注意用关秋秋全自动温度控制的鸡料来帮饲料温玉力提高为一三五。一般温控啦，伊都提25度啊吼，控制在25度，对细只啊都太吼，唔要变安尼冻多。啊，饲料啊吼，饲料伊都提要什么？伊个饲料效率啊吼，要够好。啊，传统个哦，一般传统都热啦，哦，遐热寒热寒啊，伊安尼，伊遐摆转换个伊安尼热能要做块，啊，伊都唔买，伊都伊要转换去肉个安尼啊。不过，安阳个鸡料调节，同阿多做几啊百万元，一般鸡农无天出开伊啊。不过，食品个调节，根本叫唔到近期个饲料价是。哎，以前开始烧啊多伊海哦，一公斤料啊，8元啊。啊，今下吼，哦，鱼啊都一公斤了，17-18的，哦，鱼啊都对屁股加的，哦，农民都扛唔得啊，哦，无法度。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时，台湾13开，国内粮食物价起的1-2%。照联合国农粮组织 FAO 的资料显示，这样是全球的粮食价格，还加起的一批价格，一日半国内民生成本增加当多。最近面的是消费者食一碗面，5年来再多出10元。面粉哦，5年前开始是嘛，饮食方面为包子、肉丝面嘛，肉丝面差不多5年前左右哈，一碗面差不多是10元。啊，你下，加原物料一直洗到你下按5年来哈，差不多你一碗面肉丝面是5元。它涨幅才会20%左右，那20%地位都有差不多，原物料的比例大概是在差不多5%。不过国际粮食可以来好个景气，除了有的粮食进入深圳农业来台湾石油以外，主要粮食生产的国家俄罗斯、欧洲也了受惨，有着受许多天灾影响，造成国际主要粮食的供应减少。亚洲系变作一道相对较穷苦的国家，通乱的主因。2008年，全球20多个国家因为安阳泡汤，更加是知道危机一条蔬菜没地法见面。忙到2年，国际粮食的价格十个月百近期，甚至超过为2008年的水准。也就是说呢，粮食危机的源头没有解决，那个源头是什么？石油危机。那个源头是什么？人口增加，那个源头是什么？肉食增加嘛。所以这些源头的危机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这样子的32%，全世界先进中国家最低的粮食自给率，就永远受制于这个远端的贸易结构。就能源局的资料显示，2008年全球原油每桶高达133美金，这样是进口粮食的成本远比直接的一般较高。一旦原油加息，虽然又跌下来，但维持在每桶86美金，故所创国内进口最多的国家。饲料报销还较上每公斤6元边的，去到4元，差不多等于国内饲料报销主要升级，更因严厉足强的报销需求加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今年比较好一点啦，连农民大概吼，会当一公斤可能按卖啊10.5左右啦，吼10-10.5以上啦。那以前我们现在渐没有经啊，因为农会有的辅导这个疫苗哦、喔，就不想收经啦。啊，收经都会发臭啊，啊，你收经都迄个正话买白鸡，今日又当谈啦。就算国产的饲料保修加息，每个比进口的贵，不过因为国内客作面积抢油2300公顷，年产量也抢25000公吨，盐水打唔到全货。农粮署按旧以来，也陆续表示供粮水米来降低畜牧产业饲料成本。不过水米还是有个价格，涨多的微油，故说替代性还是有限条。用稻米来帮助是有，不是没有，是帮助说要很大是有限。那帮助的部分是在完全要粉碎到变成磨成粉，吸收度才有办法。还有就是把它煮过。它有办法吸收，如果你只有把它粉碎跟玉米一样去粉合的话，它是没办法去吸收的，所以说它的价值就没那么好。我顶下万岁说，你用这样的玉米的，
唔对用麦个来代替啊，我讲用米啊，用米，用个咧，有咧饲料部分原来咧研究开始是得无，个咧农民熟几年唔对安尼样咧啊。因为国内畜牧业从去以来意识，美国建立的体制，故所许个爱研究发展出其他替代的饲料，来减慢国际原物料的冲击。天出时要重新调节动态职业。你要用什么去养猪？不是说我随便丢个东西给他，他就吃啊。事实上，猪农在喂饲料的时候，那里面的各种包括蛋白质、钙、铁什么成分都算的是很精准的。你要有这么精准的数据，能够知道我饲料配方，前提就是我要有一个很强的科学研究背景。民间一只吃中的小麦，因为种的面积小，唔但只无种一咩数据集，常常用掘墓机来抬，不少田桥当到无掘到的麦出，甚至因为数成少，一无资本厂，因因眼宽。你有了制粉厂，你才能够再做其他的用途哦，对不对？所以小麦它的问题就在这里，它一定要有加工业者进来，不是只有需求端。唔但只相关的无好配合，因为台湾小麦种的成本，但是比国际主要的出口国多为两点五匹到十匹，不少也得要麦农，就算有可以做捕捉，三日做无本钱。即摆拄头一年种咧，还袂晓的，无即个，刚才讲也无了解，即个。看来无法度啊。啊，无了解，啊，无这成本咱也无够。啊，你成本无够，啊，差不多偌济，就成本也够。这上少还有四百斤哦。啊，四百斤啊。哎。啊，差着济呢，一百斤尔呢。哎，啊，就差济，安尼成本无够。两分地爱四百斤，也是讲一斤地爱四百斤。一斤地还有四百斤，差四百。一斤。就要三百斤，比四百斤。哇，安尼两斤才一百斤。哈哈哈，都做歪了。我们要改善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不应该是从小麦或者是玉米去进口，进口这个部分来处理。我们应该是试着透过米的问题来处理。我们应该再重新多种米，然后想办法让米去替代掉对于原先小麦的需求。因为有农政单位做的十四年前就开始辅以工业都是以后发来减少意思小麦。不过工业是米的量三海黑一来一少。每人啊每年的消费量就可以增加一公斤，提升我们总和的粮食自给率啊0.24%。有学者就讲，饮食的习惯和改变转来已难，不过唔系无机会。喺政府部门缺少嘅设置嘅配套措施，像头版食早市或食嘅饭团，早啲医生眼前就渐渐嘅消失。不过天天偏啲潮湿，传染另一半饭团嘅包装落行销。在成功的米业卖出了1.52折的饭团。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判断，饭团有个东西可能会消失哦，因为酒桌都太多，年轻的高工没怎么抢，结果因为 seven 里面有个东西的操作，跟饭团有个东西起死回生，哦，变成前面基本上的工，还很多人，甚至在大都会年轻人，有一个简单的米食的产品做选项。也有学者认为，要改变民众食的习惯，唔当来学日本，鼓励业者和产品原料的面粉原料改用米谷粉，把民众的日常的饮食度，唔到底也都改变对小麦的意思。政府推广叫大家多吃一口饭，已经推了30年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如果你去参照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如果我要叫他多吃一口饭，那是做不到的事。那为什么我不在他既有的饮食中掺入有含饭的成分的元素进去呢？很久也有民间一集，开始陆续研发的米做的面包、米做的雪泡，也是米做的饼的。不过考察到米老小麦的乱拍子成分无统一，加以铁道的米谷粉容易变硬。故说也合米谷粉创作的台湾部分的面粉。一般来讲，在做饼干上是可以100%的啦，来取代面粉。
但是在做蛋糕跟面包方面，大概只能用到30%到40%，哎，这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的不同。那么他们从磨粉，哦，到这个粉的颗粒，哦，到整个销售的这个路径啊，都已经建立，而且他们这个米面包的米谷粉呢，到2010年呢、啊，也将近了啊2-3万吨的一个生产量，哦，那么这个2-3万吨的生产量呢，就大概呢将近到5000公顷面积的种植面积。它长得跟面粉是一样。因为今年有关米谷粉的技术正开始天天，眼里米谷粉较粗，无法在抢日本，做在加热当道，到面食类的制作当中。同时，今年米谷粉的加湿。面包20公斤只要900元，比面包600元的面粉加湿还较贵。据说年份一集，天朝爱用独立品牌来推销面做的面食。我们当然会有一个新的路线，就是说，譬如说这个是稻米，这个是在地国产稻米开发的一个新的商品系列。啊，当然价位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高，因为主要的是稻米的粉的这一块成取得成本比。卖的粉的这一块来得高，政府要主动开创出一个诱因，让业者很乐意主动去使用米谷粉。当然，最重要就是价格问题。如果说政府愿意主动释出公粮，让它磨成米谷粉卖给业者，而且那价格是低于面粉的话，那业者当然就会很乐意去使用。除了家私上瘾目，消费者会接受目，也是一台考验。古所也有人建议，向日本本民族韩式做食骨，无可用口感的米面包。假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米面包，我们能够从我们学童的这个营养午餐开始，那可能他们将来就能够接受新一代的这个米面包的产品。因为日本呢，它从2003年开始，他们全国有30000多间的这个啊学童午餐的学校呢，那么他们。开始从10几个%到2010年呢、啊，哦，他们可以说将近有39个%呢，10000多间的学校啊，都提供了米面包的协同营养午餐。这几年，明年提供90万公吨的面粉用量，希望由30用米谷粉来替换，按算数的增加22万公吨的米的用量。民间团体还讲，希望做的同时投30万公顷的休耕地。葡萄种其他观念所需要的保修、黄土也得要测量，还卡做了强化粮食的刺激。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土地在休耕嘛，吼，所以其实是我们本地放弃了我们的粮食自主。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要思考说，我们要恢复粮食自主，我们怎么增加杂粮的生产？我们怎么样增加那个饲料的替代？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替代，那也很可能要5年、10年甚至20年才会达到一个平衡。可是如果我们不开始，我们就永远受制于这个波动。在政府的休耕政策下，超过100以上的耕地休耕，长期造成生产设施无人维护，变作废耕。另外，田地农民年纪也日日落，老农业收入唔大，大部分耕地要定时用化学肥料，农药也得均衡农法来耕种。故所有学者认为，应该用 WTO 限的七只技术来鼓励农民耕地耕种。唔但将做啲减少调耕面积，增加粮食的刺激，还卡做啲拨农民的收入变多。那如果有直接给付制度的话呢，也同时呢可以降低休耕给付，那这样的休耕的面积相对的就会减少，那我们本国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实应该鼓励多样化的生产。然后这个多样化的生产，政府给你环境补贴，就是你种的是对环境比较友善的，我给你补贴。那为什么要在前期给补贴？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你补贴了嘛，你的收入来源不完全依赖那个价格嘛。那这样到终端的产品，你才会形成一个不会太贵，那对一般消费者才有利嘛。学者还指出，农业不但像是单纯的经济行业，田畜还可做到提供气候、水温也得环境的好处。故说环境补贴，也是鼓励农民维护生产环境，然后整体的生态。比如说，它的环境效益就不是种出稻子来啊，它形成一个湿地的生态，它保水，那这样它的地下水补助就透过水田来发生嘛。那水田也是一个湿地的生态，它就会带来这个微气候降温的影响。换句话说，农业耕耘的环境效益是全民共享的。如果我们
已经承认这个环境效益是全民共享，我们就应该要来做环境补贴。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政府罕见的收款跨部会举行清洁的会议来讨论对策。不过也很罕见的用光大管筛一条方式来问题物价，在全球极端气候、粮食油产量又限跳的情况下，台湾是个无法提高粮食的刺激，在全球的产量提振度，天灾的病毒为生为死，也会付出大大代价。